你说过，如果过生日要有最特别的安排，那就看看我的准备能不能经得起你的挑剔。这个是几十年的老普洱，你试试。 你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过寿呢，陆大爷？你不喜欢啊？算了算了，都是你的心意。你今天和以前不太一样。没有啊，我就是有点紧张。 孩子们说我们是王子和公主，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失望。失望什么？起码，王子要让公主幸福。 接下来还有。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但是时间有点匆忙，做的有点简单，你别嫌弃。我小的时候总是在想，为什么弟弟过生日的时候可以穿漂亮的衣服，和奶奶一起，和很多人一起开生日派对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是不是奶奶不喜欢我？于是我就想办法讨好她。 后来才发现，根本就是一事无补，也就不再想过什么了。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早都没事了。那我想让你更开心一点。 好似偷偷藏着缱绻的爱意，写下一篇关于我们的诗，结局未完待续。生日快乐，许愿吧。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
快许愿，快。好。玉蝉花的花语是相信古巷的玉蝉花会开败，但有些花会永远盛开，这是我亲手设计的，我能为你戴上吗？变成温柔的雨滴，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，轻轻走出原本的剧情，来不及变成温暖的雨衣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拂去乌云，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，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。做我女朋友吗？在爱与被爱中交替，美不到心有灵犀，爱 wanna be your everything， 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你。我还有点生气呢。那我再努努力。说你没谈过恋爱吗？来不及，这一会儿怎么一套一套的？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，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，来不及变成温暖的雨衣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拂去乌云，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，那些透明的曾经在我手心清晰。 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在爱与被爱中交替，美不到心。这是答应我了。陆总，陆总好。周报要给我看去。您忙吧。陆总好。陆总好。陆总好。啊，陆总。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小杨，你这个图画的越来越好了。啊，谢谢老板。不然，你这个图画的就是没有小杨好。不然，去帮我泡杯咖啡，我勉为其难帮你改一改。好的，陆总。认真工作。
这茶水间得装修一下，这高度不太够。不然，帮我看看这什么呀？过来帮我看看。好的，陆总。你先接吧。咖啡机坏了，换个东西喝吧。好的，陆总。这种人是怎么招进品商？陆总，我真是第一次讨厌别人这么叫我陆总。把鞋带开了。等你。约会时间到，茶水间见。你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下午要开会的。陆总，好嘞，好嘞，嗯。不然，没人了。不然，陆总还没喝上咖啡吗？那个咖啡机坏了。坏了？不然，这个文件拿回去找人签一下。啊，好的，陆总。这谁拔的插头啊？谁这么无聊？路上小心一点。还要我送你下楼啊？会有人上来的。都下班了。他们监控。哎呀，只有我能看。陆总好。还没下班啊？是的，陆总。嗯，以后少加班。嗯，好的，陆总。陆总，再见。你也到了。电梯不安全，我送送你。电梯挺快啊，再调整调整。我就说都下班了吗？来吧，来。走开，别闹了，我。
真没人了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公司一共就五层，没事就走楼梯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好的，陆总。行行，走走走。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不然被叫办公室了，这下惨了。你说里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有点冲动。你想死啊？不想死，想你。行，看谁怕谁。我。还挺激烈的，哎，不然早看陆总不爽了，但我没想到他真会动手。都没工作吗？还有时间聊领导八卦？姚蜜，你赶紧去看吧，再晚怕是要出事儿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干嘛？陆总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刚才扔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你现在知道捡了？你告诉谁？今天是陆总您先挑事儿的，如果你以后继续公私不分，类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的。注意你的态度。以后会注意的。姚蜜，以后注意管理公司的上下级关系。这我自己可以收拾，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。这是扔的到处都是。